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张柏芝连月来带着两个儿子 Lucas 和 Quincas 陪他到处游玩，近日还和外籍新欢 Leo 四人行到新加坡游玩，流连忘返。日前他又被目击者揭露行踪，拍到他撇开两个儿子单独和 Leo 去家品店宜家买东西。当日张柏芝穿着连身长裙，真空上阵，非常性感。买完东西后，当晚他又带着两个儿子去了沙滩酒吧喝酒。有网友爆料说，期间张柏芝见隔壁有男子盯着自己，他马上主动和对方讲，我可以和你合照，但你不要拍我儿子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